要跟许局长鼓鼓掌，大家给他鼓掌一下，因为他以前他在当医生的时候，事实上只要有环保议题，任何团体邀请他，他绝对会出现的。这么关心环境的人，现在被台北市政府绑在那边当社会局局长，可是他表现的真的很关心整个社会 的这些老人啊，还有一些年轻人的居住啊什么这些，非常努力的一个局长，谢谢许局长。好，那我们现场嘉宾呢，你们都是淑娟的贵人，那因为我们来宾也都是，那可是嘉宾因为他们时间很赶，我们来一个合影好吗？请各位现场的嘉宾来合影。